请继续收看。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投顾郭先生。台北股市今天呢，在美股大涨之下，那资金的回流，美股大涨带动台股往上涨。好，那我一直跟各位讲过，我们买股票是在低档买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注意看哦，今天的阳明光继续涨。我们做股票，各位可以注意看啊、哦，我在节目上分析的股票一定是在相对低档，那在相对低档一定是没有人买，那如果涨上来到还没有到扣高准则到我的目标区，我不会卖。那阳明光呢，来，我在3月2号的时候第一次跟各位讲，然后呢3月2号在什么地方，这里，那时候29块，那阳明光最高300多块，那跌到这里，它是高点的低点，那在低档我第一次介绍的时候一定没有人看好。好，那我们看阳明光我有没有买，我们第一次怎么买的，这个我在免费技术班可以教各位哈。来，我没看到，我们的技术分析都是没看到的时候如何把它算出来。好 OK， 这档是阳明光，那在低档投资朋友他是不会买的，好告诉你这一段的一个所谓的区间，这是单技术哦，单技术哦，双技术再来一次，你若做股票你要懂，我没看到后面，那它在相对低档的时候，我不是告诉你也就2829这附近你要站在多方，站在多方。好，那我们从这里开始买，那我买的时候就在节目上面讲了，那个时候我都跟各位讲说你不要去追新巨科，你也不要去追亚光，你也不要去追6209，金国光也不要去买玉金光，因为这种股票都已经涨很高，那一般的投资朋友会去追买这些股票，那我跟各位讲说要买，第一次买的时候在这跟各位讲，这个是有扣讯有真相哦，这是不能造假，投顾老师如果做一档股票没办法拿出这一张，其实他都是骗你的，这个工会金管会是要审核的，那很多人呢，很多分析人员只要涨上来他都有，第二次3月7要买，在低档我很敢买，但是散户绝对不会买，3月10号上礼拜再买，前天继续买，昨天一开盘继续买。好，我们得到效应是什么，我们用双技术上来告诉你，这29跟28这附近它可以买，得到效应在这里，今天最高来到39，你是从第一步开始，你看我电视节目你进去买以后，你到现在最少赚8-9块钱，看我电视节目都可以赚钱啊，因为一般的投顾老师在节目上面介绍的股票都是涨很多的，那你进去买的时候大概就死了，你比讲没起码就这样啊，你比讲统芯啊，一堆人在这里买啊，股票涨很多我不会买，所以我都告诉各位你要低买高卖。好，那我一直跟各位讲哈，如果你做股票没有低买的一个所谓的观念，你在这市场上你赚不到钱。那其实我当投顾老师，我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做得很累，为什么？曾经有同业笑我说，哎呀郭老师你就看到什么涨你就喊什么股票就好了，你这样好收会员，这是人家在做生意，但是我不苟同，我绝对不苟同，我是在教技术分析，
我是在带会员赚钱，用我这个方式，我跟各位讲，要郭先生做股票赔钱难呢，因为我都买在相对低档。那请各位注意，买在相对低档一定是业绩不好、财报不好，一定是量不多的时候，了解吗？好，就比来讲，来，我们当初在讲 TPK 的时候，我们在这里买的时候，这里最后一次加码，这里一堆人在买，我卖掉，因为我算出来啊，我买点在这里，我都跟哥讲，为什么在这里买？这告诉你，这附近算出来，然后这里最后一次加码，有没有证据？有。你做一档股票，只要买在相对低，好，那你如果做短线的，你来来回回操作都没关系，只要我说喊卖，你再卖就好了。有很多投资朋友就这样啊，郭老师，你的股票都很少啊，那就代表你是喜欢冲来冲去啊，那没关系啊，我只要帮你挑到低档的股票，你中间来来回回要怎么做操作都没关系，你不会赔钱嘛，因为我还没有买，喊卖出之前你都是 OK 的。陈红是买低档，3月14号91块全部卖光光。好了，那讲这个过去式也没什么用，我只是跟各位讲哈，你如果买在低档，好，那3504现在还没有人很多买，还没有很多人要买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周转率都不到10%，11亿的股本。周转率10%是多少？11000张啊！在这教各位的时候，技术分析，在这一档股票还没有爆量在11000张以上，那爆量就代表散户看好了。在这之前我不会卖，那我已经在低档买好了，我只等着市场上来帮我做抬轿。好，那你说啊，再来有什么股票？有啊，等一下我跟各位讲，先广告这个哈，来。这个礼拜五晚上在台北，礼拜六早上在高雄，下午在台中。我说你来，我会教你这些特殊技术分析，个股如何低买高卖，联发科买低档，可成买低档 ，TPK 买低档。那 TPK 人家在追，我就卖。凯盛我买低档80块，当人家涨到100几块，人家再买，我再卖。对啊。就跟来可成一堆人在这里买，今天可成不是发布利多吗？有1000个可成招募1000个研发工程师准备要做 i8 的一个所谓的玻璃机壳，那今天才很多人进去买啊，你这样做股票怎么会赚钱啊？如何低买？2474我在这里买，我是现在讲的吗？这里是不是低档？我这最高最低告诉你21，我在带220左右，221买，有没有证据？这一张没有拿出来的，那个你都把它当成废话。我买这里，你在这里才买。你当做耍猴啊！我都是买在低档啊 ，TPK 我买低档，可成买低档，上银我有没有买低档？我不是在炫耀绩效，而是告诉各位观念，我在这里买，这里是低买，130、140、150，我就知道很多人会在203以上买，我不会在这里买的，我是等着什么时候卖，有没有证据？有。买完在低档买，你跟投顾老师就是这样啊。那你要学啊。这个礼拜晚上你来，在台北；礼拜六早上在高雄，下午在台中。你来我教你啊。这里是150，涨到200多块的时候，一堆人在买，因为上银业绩订单满手，了解吗？所以如果做低买。那么3504呢？我事先做价好了，市场上会开始再推我一把。请各位注意哈，你做股票一定要事先预算的技术。
然后我有跟各位讲哈，投资朋友今天会赔钱最大的原因是追买股票。你若看一个投顾老师在节目上面去买那个什么涨很多的股票，大量的股票，在介绍过高的股票，还有他 K 线是在高阶的，你自己小心一点哈。我在买上银、可成、联发科，好 TBK， 还有之前的玉金光，还有这一次的阳明光，我都在低档买。三月二号在什么地方啊？这里的，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说老师还有没有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的股票？有，有。这哎，我很少标的换来换去哈。你如果参加我会员的话，或是到我免费技术班，你可以学到这一些。那你如果看我电视节目，我会让你赔钱吗？看我电视都赚钱啊，很多人看我电视节目赚钱来参加我会员，为什么？他说，很多人讲说，老师，我之前参加很多投顾老师，几乎每个参加都每个输。我告诉你，你参加任何投顾老师，99%一定输钱。为什么？那就追涨。但是参加我的，会不会赚钱？会不会赚钱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所以他在跟做股票的道理一样，赢家永远是少数，散户永远是见涨追，见跌砍。所以你人能够找我分啊，输个够没干哦，你得进来找我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礼拜晚上在台北，礼拜六早上在高雄，下午在台中。那3504，阳明光，今天最后盘外盘价284.4张，那它的周转率还没有到达10%，还有的涨。那我在低档已经布局完成了，对不对？我买了6次了啊，对不对？按说老师还没有什么股票，有啊，这一档，这一档哈，同学，这里是不是低档？它的高档在这里，这里是不是低档？它在扣低转折，扣低转怎么算？到我免费技术班我教你。又来到多底区，什么叫多底区？你到我免费技术班我教你。我教你哦，它 EPS 最少达到3.5块钱以上哦。去年的 EPS 最少3.5，我是保守估计了，它应该是4块多了。底部出量，现在没有人注意。你之前错过可成220的低点，你错过 TPK 45-46块的低点，你错过上影130的低点，你错过玉金光，这个都我事先讲的哦，而且我也有做的哦，50-60块的低点，你错过阳明光28-29的低点，下一档就是这一档，未来我有3%到5%空间，我会不会骗各位？不会啦，而且就这一档啊，就这一档，我不像很多投顾老师讲一大堆股票。你看我，这2-3个月以来，我都只告诉你 TPK 可成、联发科、上银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一直追踪的，哈、哦，凯盛，但是这个我卖掉了，好、哦，那这一档有3%到5%的空间。那你手头上的股票，好、哦，我可以帮你做一个说泰六刘强，在免费技术班上面，我帮你做一个说泰六的刘强，你转进这一档股票。那这一档股票未来会涨3%到5%，记住哦。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，它是低档，这里是地下室，这里是101。好，那我会算出它会涨3%到5%，我是用很多特殊技术分析算的。那个我未来我会教你。那这里是不是在低档？这里是不是在低档？这里有没有人买？不会有人买。我在买股票在低档买的时候，几乎都不会有人买。涨上来一堆人喊好的时候，我是准备要卖，听得懂吗？我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哈，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哈，来，今告文珠公有来无比啊，无来是你的代志哈。我说，来，这个礼拜五晚上在台北，我告诉你传统技术分析的盲点，有一些盲点你学的越久，你赔的越多哦，站上季线你才做多。对不对？站上季线做多，对不对？对嘛？拜托，站上季线
股票跟指数都已经涨了好几百点，股票都已经涨了好几二两三成、三四成，你才买，那你为什么不是在低档买啊？低档怎么买？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，我怎么买低点你都很清楚。波段怎么做介绍？还有如果你来，我会告诉你如何预算隔日台指期短线上的、哦、要涨或要跌或点数波段的，我会告诉各位。哈、哦，需要帮忙想要赚钱学技术的哈、哦，然后呢，在免费技术班我会公布这档股票，最少会三到五成，听得懂吗？会不会来？会不会来？屁压咯，铁道，我有让各位失望过吗？那个是煮熟的鸭子，是不会飞的。他、啊、想要赚钱学技术，你来，你可以这个可以赚到钱，三到五成赚到钱。你手头上的股票，我还可以帮你做一个所谓的汰弱留强，转进这一档。你还可以学习到低买高卖的技术，那你未来就不会做追涨杀跌。对你有没有帮助？有啊，而且是免费技术班，完全免费。好，需要帮忙想要赚钱学技术的。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，咱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外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好，三月十七号礼拜五晚上在台北，三十八号礼拜六早上在高雄，下午在台中，三观价免费技术班，行到文珠公来波比，探及各兼欧秘技，在家政这一档未来会涨三到五成的股票，你又可以学习到特殊的技术分析，对你非常的有帮助。需要帮忙想要赚钱学技术或者任何问题的，预定座位的速播。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哈客户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推荐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。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啊，阿婆，那电话啦，快点快点，这边要接吗？紧张了，阿婆，我叫你过来看老弟，啊，你看。谁啊？唔甲恁帅哥干阿孙啊？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分享幸福更 easy。善用三 C， 幸福三 T。教育部关心您。好，欢迎回到现场。阳明光从我跟各位介绍28.9块，现在38块，然后呢它会不会继续再涨？当然会。重点，你如果是我会员，你不是买在这里吗？对不对？是买在这里，那它获利利润更大。那你看电视的可能是中间35-36块才进去买，你跟我一张就差7块钱，一张一股就差7块钱，一张就差7-8千块，你买5张30000多块，参加我会员绰绰有余，而且只是这一档而已哦，你未来还可以跟着我学技术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来，我是不太会行销的老师啊，我只知道怎么做股票，听得懂吗？
我怎么知道带会员？阳明光跌到这里，这里都没看到，我技术班会教，这里就是买点。那有没有买？这个证据。我股票不会很多，哦，就是这样子做，而且我做动作都事先跟各位讲，这样才是赚钱。你股票不用多，你才可以集中火力，你可以赚很多的钱啊。那这一档股票，我明天要进场，我所有的会员都还没有进场。那这一档股票，我在礼拜五、礼拜六的免费技术班，我会公布。这个你找不到是哪一档嘛 ？EPS 其实它去年是达到5块钱，我比较保守一点呢，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啦。那底部做出量代表带大人来啊，你知不？有做手啦，啊，这没人在注意啊。为什么这种股票在低档的投顾老师不会介绍？我介绍股票如果在低档，几乎所有投顾老师不会介绍。当所有投顾老师在介绍的时候，我就准备要卖了。我的卡不会滚啦，人来假币，我来化修，你知不？我才会是赢家。所以你之前错过可成，我220买的哈 ，TPK， 我220买的到现在在手上哦 ，TPK 45、6块买的，礼拜二。91块卖光光，上银130买的，现在200多块，玉金光啊50几块买的，不过90几块被卖，已经被洗掉了，要涨到200多块。阳明光28、9块叫你买的，那再来就是这一档啊，这一档然后这边扣低转折，站上多底区，所有人都不看好。所有人都不看好，那玉金光、阳明光还会持续在做涨，但是这一档又开始在做发动，一档就接着一档这样。那阳明光什么时候我要卖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如果在节目上面喊卖，我跟你讲，就栽了几下啦。你看哦 ，TPK， 我在最后面卖的时候，这里都还没事情，我在14号卖的时候就开始下去了。那我们在低档买，这里买，这里买。这里2月6要做加码，85块我就知道一堆人在买了。2474的可成，我这里买，涨到这里发布利多，一堆人在追。你做股票记住，你在低档买的时候就对了。而我都是这样子买股票，我这样会不会赚？会不会赔钱？不会嘛？会不会赚钱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所以你看电视节目，注意。一个老师在介绍涨很多的股票，钱多的欢迎去参加。我已经在告诉你了，那你想要赚钱学技术就跟着我学，我都是买在低的。很多人输到怕了就来找我的啦。我跟哥讲，只要看过我电视，未来都会是我会员，因为。你看我电视节目，你看1年、2年、3年，这郭先生永远买在低档，而且股票不多。而且你这样才可以赚大钱啊，那你喜欢做冲的没关系啊，我只要我帮你挑到低档，你中间来来回回做操作都没有关系，因为目标价到了我喊卖你再卖就好。那这一档你错过我之前买的股票，你前一档你错过阳明光，就要来这一档扣低转折，来到多地区就你去年 EPS 最少4块钱以上，今年可能会到5块、6块，股价在相对低档哦，它股价是在低档哦，而且低本益比哦，而且获利能力很好哦，也是一个所谓的集团股哦。那现在会有没有人注意？没有人注意，我买股票都是没人注意。你错过可成、TPK、上银、玉金光、阳明光，再来就是这一档，这一档。那这个免费技术班我会教得很清楚，那你来我会教你如何事先预算高低转折点，你未来也会变高手，你可以赚钱又学技术，听得懂吗？那你手上的股票到免费技术班，我每一档帮你解完以后，你都穿穿的压一档高基就对，我就是这样做股票了。好，赚钱学技术的找我，探者不假，请你去找别人，散户就不用来了。好，需要帮忙、想赚钱学技术的、想要一辈子受用的、那想要这一档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报名，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是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好，这一档演讲会送你，而且告诉你如何去事先预算，它未来目标价最少会达到3到5成。好，3月17号礼拜五早上在台北，3月18号早上在高雄，下午在台中，三观价免费技术班，速拨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哈夫妇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推荐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消灭登革热，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、水盘若有积水，要倒干净。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，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。花瓶底部、盆栽底盆要常常刷洗，避免纹软附着。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。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积绝的小帮手哦。防治登革热，清干净、倒干净、刷干净、晾干净，大家一起来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，有相伴的现在，或是期盼的未来。啊，对对对的。然而，我们都知道，妈，每个人都会老。老不应该是烦恼，老应该要照顾好。长照2.0，我们照顾您。